怀着你死的查某囝，这件代事吼，早晚恁两家会吵开啦。亲像恁母啊吼，有来找我，甲我讲要甲恁爸离婚。啊！这也是气死伊啦！咱向讲要甲舅离婚啦，哎，无咱舅对有够好的啦，伊袂当安尼啦，哎，人生无情。啊，就算讲啦，即摆舅父事业做倒啊，伊嘛袂当甲放杀啦。哦，拜托的啦，伊是几好的人啊，搁来想要找第二春呢。好啊，你嘛加讲两句啊。阿公，妈妈毋是认真的对不？伊是毋是因为甲爸爸结起债，讲伊要离婚，这毋是真实的对不？我嘛希望讲这毋是真实的。恁母啊，嫁恁爸安尼，恁爸甲惜命命遐尼幸福。安尼以后，搁咧嫌无够满足，人若痴心贪念吼，迄袂好买啊。今仔要安怎？你先莫着急，我马上请警方加派电话去找人，一定紧紧提到找恁爸爸。拜托你啊！我来替人家找看卖。好，那我嘛来吼。等下，阿姐。我记恁爸讲，伊少年时阵常带恁妈去约会，你敢知伊拢一对？拄则梅娟讲的话，啊，佮伊的态度，已经表示了真清楚啊。那恁你咧，你敢有啥物想法？想要安怎做？汉公有来找我，恁家的住址嘛是伊给我的。你是毋是咧想讲伊现在无死？因为好佳哉，有一个掠鱼的人甲救起来。啊，若无，即马真正变作一个尸体啊！哼，讲到这汉公哦，真正是命足轮的。所以你的意思是讲，伊落海跟你无关系？是安怎跟我有关系？因为伊有讲，你想要得伊的命。他无缘无故，我是安怎要得伊的命？伊阁讲吼，陈国放火人毋是伊啦，有另外一个人。所以即卖是啥物意思？你是伫讲我是吧？你是无赖，哼，是心虚，才头过安尼讲的。讲到这汉光，我真正对伊足切心的。我甲伊当作是兄弟，结果呢，煞冤枉我，甲责任拢要送我。若要讲到冤枉哦，应该是咱三兄弟啊内底我上冤枉啦吼。因为天皇的代志，我互掠入看守所关，阁恐怕规身躯拢是伤。所以讲到底。你也是甘愿相信汉光，无愿相信我。你明明就有真好的机会，会当问伊是安怎要把钱拢款走，还天皇堕落。啊，结果呢？你煞来找我。伊讲啊，海外资金的小铺啊，伫你遐。伊讲白差。所以你的意思是讲，仓库放火人不是你？下坡啊，嘛无伫你遐。我若是继续推卸责任，伊会搁较袂相信我。好，我承认，下坡确实伫我遮，啊，不过仓库的火唔是我放的。你敢知影，我是请朋友真无简单才找到遐下坡。后来我请梅娟炸转来台湾。你叫梅娟报关下坡啊！
你拢唔惊伊有危险？迄个时阵，我哪有可能想遮尔济？而且我乃知影讲，武汉官会去找你。哪个小破仔？我梅娟怕无去啊。别来安尼。你应该唔是编故事骗我的吼？弄什么时阵啊？我阁有啥编故事来骗你？你若是唔相信，你也当去问梅娟啊。其实我伫怀疑，摩迪卡，这是吴汉光自导自演，伊超过去找你，甲你讲哦，黑少波拍无去，其实是伫伊手头。为了我不管，既然汉光正来怨恨你，一定要找你算账，我都无可能让梅娟对你脸色过面，卡免伊受到拖累。所以你即摆是啥物意思？我袂甲伊离婚。即项坚持爱我离开，唔知要甲尤里讲啥物咧？姐，你们来找来家里？我知影你到今麦还是无多谅解我，阿哥，请你相信我，我跟你同款，当前的美娟，无希望伊拄着危险，我会当答应你。我会尽量顾劝伊，即马先莫甲你离婚，好不好？希望你讲会到做会到。哎呦！我不是叫你去走，你哪个来啦？哎呦啦，赶紧进来啊！赶紧。吴生，赶紧来。是咪你了白啊？啊？你即马是咧怀疑我？看起来咱兄弟哦。真正做甲这垃圾，不是啊，志祥，你误会啊，我的意思。哎呀，这嘛讲这拢无重要啊啦，高贤应该是来找你的，我可劝你，我可劝你啊，是赶紧去自首啦。你这嘛是惊我安怎？拖累到伊哦，啊？我呢嘛是为着你好啊。李强，李强，小姐，李强，多谢你带领，咱兄弟上阵。我知影我只是人亏欠不少债，啊，不过我给你补偿，总有时间我会弥补你。而且我嘛希望有时间，你会当阁叫我一只拖。志祥，你今日去，我甲志祥先去应付高贤，好，卡死你哦。应该就伫遮附近啊。只是唔知影倒一间啦。何先生，何太太。我已经找到阮老师啊，阮即马要赶回去病院啊。志祥，今下高前讲，你毋是超工要离开病院啊？怎个啊？恁阿多啊，是为即间厝寄出来，
我唔对，也问你两个哪会伫遮？哦，这间厝啊，是我甲阮翁婿结婚的时阵所住的所在啦。啊，我的翁婿心情无好，所以过来行行看看的啦。啊，是讲伊无事先甲简警讲讲一声，还是认唔对？啊，不过真正无畏罪潜逃意思啦。何先生，但是感情像恁太太讲的安尼。是啦，我不会讲得对，我不想为他讲。高前，今什么意思？刚刚你伫咧怀疑阮阿妈某讲的话哦。何太，你莫误会，只是徛伫阮检方的立场，一定要甲事实真相确实调查清楚。那安尼，敢不得好阮耳鼻看卖？你是要看什么？就算讲你是检察官。你若是无搜索票，我嘛袂用让你去检查，这样是伫侵犯人权。啊，你唔是要来了？我人在遮，我对恁等。来啦，手挂后面。你是阿伯？阿伯，你安尼想上好啊，堪要让阮检方为难。你敢知影？你安尼私自脱逃，哎，真是有偌烦恼，偌着急啊！好啦，行。何太太的反应，敢那是在问我什么代志？敢会是那两个兄弟，江有礼，也是吴汉光？人拢已经走啊，你已经平安无代志，你放心啊。丽君，你听我讲，今麦有事，吴汉光已经歹处理啊，所以你暂时先莫逼志祥跟你离婚，啊，那无咱两个处境会愈来愈困难。阿哥，我你若是不爱听我的话，你就无迄个资格做我的查某人，听着无？